被告人周永康，犯受贿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；犯滥用职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；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被告人周永康，你对法庭还有什么要说的？ 我服从法庭对我的判决，我不上诉。我认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事实，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，我再次表示认罪悔罪。